宝贝儿，吃早餐了啊！姐姐在给你们弄早餐呢，弄肉肉啊！你看这三个，来菜啦！姐姐为早餐，你们不急急嘞？我一说来了，我一说就跑到我这里来了，宝贝儿们。哎呀，小乖乖，小哥哥，快点，姐姐喂肉肉了啊！馒头啊，吃早餐啊，好好吃啊，吃你们的早餐。不要盯着我们桌子上的早餐，听见了没有？我们今天早上是麦当劳早餐，女儿说想吃麦当劳早餐，然后她又快开学了，所以我就给她订这个麦当劳早餐。馒头，快点，姐姐喂早餐啦！你看这两个很积极的去吃了，知道有肉肉有奶粉，是不是？馒头，快来！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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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就撒娇，就想让人抱一下。快点吃啊，好好吃，放了奶粉，快吃！你别看，馒头，你快吃，有奶粉，有肉肉，快点。馒头好好吃嘛，他就盯着我们的那个麦当劳早餐，快吃啊，宝贝儿，等一下再给你吃麦当劳早餐，你先吃你的狗粮，快点吃，快点，嗯，真乖，哎，好棒，对，吃了这个，等一下才能给你吃麦当劳早餐啊，你看，他听得懂的，他什么都懂。杯的话，我觉得用这个光明鲜牛奶啊，就是打那个奶泡啊，特别好。先把它这个气啊排均匀，放下倒一个圆的，等一下用勺子一拉就好了。看，一杯香浓的这个咖啡啊，打好了啊、哦。这个咖啡机真的是超方便啊，自己在家早上啊，一杯咖啡非常美味儿。拉的还可以，这杯拉的还可以是吧？老爸表扬我了，吃早餐了啊！麦当劳，然后自己打的咖啡，女儿是一杯豆浆。我们吃完了，你看馒头，姐姐把它抱到腿上。馋的呀，他就盯着这个，他很想吃呀。馒头，你就这么馋、啊，就要逗逗你啊，是不是啊，小乖乖？哎呀，等着吃啦，啊、哦，舔嘴啦，小可爱。哦，猜猜，猜猜在我脚底下舔我的脚呢，提醒我快点，快点，是不是啊，猜猜？脚脚没有他们两个馋，是不是啊？脚脚是女孩子。好了，开吃。给他们掰小块，先给馒头。哎呀，好吃吧，小乖乖。猜猜，嗯，姐姐，姐姐给个芝士多的啊、哦，完了，哎呀，好满足啊！怎么那么快吃掉了？还在盯着这里。
一直是看着，看着越来越少馒头啊，他盯着我手上这块，这是柴柴的，不是你的啊，柴柴，这是你的大块，就这，好了，没有了，最后一块面给谁啊？给馒头吧，哎，姐姐都指你了，就给你吧，哈哈哈，没了啊，宝贝儿。我现在又来捣鼓这个碧玺啊，我想把这颗金珠取下来，然后放在这个和田玉上面，和田玉配金珠也很好看，自己变换着花样啊，就自己想怎么穿怎么搭配都可以。你看它这一个针，把这个线呀，从这一头，然后把它穿在这个线上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也跟女儿学这些啊，因为太喜欢这些东西，自己变着花样来搭配也挺好的，这也是一个乐趣。太喜欢碧玺，晶莹剔透啊！你看，我现在已经穿好了，穿好了的话，把这个针取下来，然后把这个线这头啊穿过来，穿在这个里面。推了一头，然后把这里打个结儿，系起来，系起来，然后要把它这样使劲拉，然后试一下这个松紧度，再扯一扯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剪掉它，然后把这个线这样子自己穿过来，看 OK。 看我手上现在这个是小的7.多米的，再配上我自己这个9米的蝶带，很好看啊。我把这颗金珠取掉了，金珠取了，然后这个金珠的话，我准备配在这个和田玉上面，换着戴，搭配着戴啊。看，穿好了，戴金珠的。女儿让我把金珠换在这个和田玉上，她说和田玉搭金珠会更搭一点，更有中国风啊。显手白啊，和田玉，这个绿非常的翠绿啊，然后还带一点猫眼的感觉，确实是。像这个是我自己戴了10多年的这个绿幽灵，我好喜欢绿幽灵啊。你看我这一串的话，也是配了一个金珠，戴了很多年，也是有时候搭配着戴。近距离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和田玉啊，就是搭配了金珠，就是这样的效果。因为有的粉丝说让我配一下金珠看好不好看，
挺好看的。我这颗金珠的话是女儿小的时候在香港买的，本身是买了给她，就是戴的，这个戴在手上的，是一个红绳子的。后来她不戴，我就把这颗金珠就取下来搭到我自己的手串上，也是蛮好看的。那个时候金价很便宜，现在金价贵了也升值了哦，超好看。像这个和田玉，我橱窗里面有，有喜欢的粉丝可以去看一看。看碧玺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